枪战的现场我没看，我只是离在我们那办公楼离远瞅了。对对对，那就你离远瞅到了什么呀？那您就可以说。离远瞅了就是警察就都跑了，一哄而散，然后那个所有的车就是马路上不是很多车嘛，全停边上，说能远离现场就远离现场，然后具体的什么情况不清楚，然后我这时候跑到楼下，然后就说枪声已经没了，然后特警就来说那个人已经击毙了，然后我们就过去看了一会儿热闹。那您看到击毙的人了吗？啊，看到了。您看到是几个人被击毙？我看到两个，但是就是我眼睛看到两个，但是特警说是击毙三个。嗯嗯嗯，然后另一个人呢？另一个人在车里死的。在车里死的，是怎么死的？死在那个车里了，然后他没躺下。是特警啊，是他们逃走的开的那个车是不是？对，出租车。啊，出租车是不是？他们四个人一起从出租车潜逃的吗？嗯，对。啊，那您当时这个特警击毙三个人之后，之后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处理的这个现场，还是怎么样？封锁现场，闲杂人等那个离开，然后那个尸体现在有一个重伤的，就是有一个没死的。嗯。有个没死的，然后就现在已经送医院去了，然后那个死的人现在目前还在那个地方待着，然后有特警去维护秩序，然后刚才去了一下，那个想拍两张照片，但是不让拍。哦，已经禁言了是吗？已经禁言了，然后我们这因为我这那个我这离那儿就100米左右，特别近，所以我看得特别清楚。现在天黑了，这边天黑了看不清了，白天的时候还行。哦，这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是吗？不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啊，他们潜逃是今天早上，您看到这个目击的这个全程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是吗？对。啊。以前以后就10分钟左右，然后就发生枪战，就是那个他们那方有一把那个就是部队那种的机关枪，长一点那种。嗯。就是、然后那个我们这边特警就发生，就是枪战了嘛，就是声音特别响。就啊，他们是携一支步枪潜逃的，是不是啊？对。那您看到他们的那个就是步枪了吗？我看到步枪了，但是是那个警察就是戴着那个就是手套拿着那个步枪取证的时候看到了。啊。那个，就这样。